先欢迎二位 again 尤其苏子成刚刚拿的是他最新代言的产品。对，我觉得很有意思，能够代言这种产品呢，绝对是这个所有女性观众很 follow 的一个女明星，因为大家要跟着你走，对不对？所以很荣幸代言这个产品了。真的真的，因为其实我觉得台湾就是特产就是美俊啊。台湾特产不是凤梨酥吗？还有一些太阳饼。你这么 detail， 对对对，我想台湾太而且直接切入重点。好，他说另外一个另外一个，其实我觉得最有意思，就是说我们常常会回避一些话题，对不对？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哎，那里私密处不重要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讲，不用不好意思。今天靠你来宣导一下，好。所以呢，这个霉菌会带给我们是负面的影响，身体女生对女生，就是你会可能会有点觉得不舒服啊，会痒啊，或是怎么样。对，因为我们本身女生的菌丛里面就是大家都听过益生菌嘛，对，比较健康的，对对对，健康有听过听过。里面的环境失衡的时候，那哪里的环哪里的环境私密处啊，美眉嘛，美眉环境就会出现一些问题，对对对，所以你就是可能要靠一些外在的治疗或是一些辅助的商品，对，有在听吗？有。治疗跟辅助的商品啊，对啊，有啊有啊，私密处这种有在听，不这种东西我们也不好意思太认真听嘛。我们如果太认真，你好像我们很女生要认真听，替老婆替女友了解一下。OK OK， 好好好好好好，那我叫她起床啊。也是快看直播啊，很重要。好，继续继续。现在很多洗私密处的商品，他们都标榜是弱酸性，这很好，这没有不好。是，但是因为我代言的这个商品呢，它是。比较特殊的是，它里面有益生菌吃的食物。益生菌吃的食物，益生元。OK， 就是然后呢？你洗了之后呢，它会补充益生元进去给你里面的益生菌，它自然而然就是啊，我有东西吃了，我长大了，我现在好活泼，好开心哦。你现在演的是益生菌的角色。哇，很正直的代言人啊！我在演益生，他可以演益生菌，这作为的拟人化，拟人化。那你可以演一下陈蛮吗？陈美人，有感觉，有感觉。你不是用显微镜？触须的对。而且陈蛮吃肉啊，陈蛮吃肉，模仿陈蛮吃肉，什么都吃呢？陈蛮什么都吃，陈蛮吃肉。好，我们回到益生菌，好，益生菌，然后呢？补充了益生元，它有一个循环，对对对，你给它食物吃，它就自然就会茁壮，就打败你对里面的一些坏菌，很棒，自然而然就会健康。